你是否向往地中海的碧海蓝天以及特殊的风情呢？其实地中海不仅景色迷人，料理的风味同时也是独树一格。地中海的料理素材丰富，尤其以海鲜著称，再添加清新迷人的橄榄以及香草增加风味。不过如今台北也能够品味到了，位于台科大学生第一餐厅的地中海私房料理可以说是很少见的校园美食，因此吸引了很多的学生粉丝。当踩过校园里的绿意盎然，来到这个美味的私房餐厅，可以说是生活当中难得的小确幸。